他觉得，就是如果你当初就认为国民党是如此的话，那为什么当初还回去国民党？常常是啊，没有碰到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看说郭董一退党啊，然后小英的进办就直接开工？因为郭董讲说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而且又批中常委，他觉得就是如果你当初就认为国民党是如此的话，那为什么当初还回去国民党？常常是啊，没有碰到都不知道。所以碰到后觉得心灰意冷。现在碰到什么？不要啦，就常常你不，我老实讲哦。算了，不要在这里讲了。所以还是一个概念的。现在有时候变成，其实昨天在议会的攻防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人家说国民党议员很焦虑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，one to one 很明显，现在就是小英绝对议员。那这就变成蓝营要回去思考说，哇，那下一步要怎么办？其实今天会有这个焦虑是这样出来的。但国民党是否正如你之前所说，他们的政党利益也大于了国家利益，才导致郭董的离开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还有前面一个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，要不是这样子会搞成这个样子。其实是这个知道就不要讲了。支持谁？支持吴主席吗？